温哥华地铁线路图，当地人管这叫 Sky Train 天车。实际这图上只有天蓝色、深蓝色和黄色是地铁线，其他都是公交线。这地铁跟国内的地铁建设肯定没法比，国内甭说北上广深，就二线城市的地铁线也都是蜘蛛网，四通八达，就这么几条搁这儿就足够用了，基本没什么人。虽然温哥华在北美算个大城市，但它的国内人口也就北京的十分之一，所以咱华人管这叫温村儿，一点不为过。